不知道是触觉还是什么啊，好像生殖器在那个，好热啊，我看到那个，那个，现在进行了很多人呢，脑袋发热啊，很多人脑袋发热，他们想用核弹啊，要核弹，要核弹，那想用核弹的时候，他们就没想过也会炸了自己啊，他以为只要轰了一个就打的肯定是别人啊，打的肯定是别人啊，他们最生动的例子就是连那个。英国国防啊，也中了那个1945年在日本的广岛的原子弹爆炸的放射性污染物。可惜这个消息暂时还没办法传出去啊，还在我在这里啊，还没传出去。所以现在要解决这个问题啊，要解决这个问题啊，要解决这些问题啊。哎，现在感觉这次感觉离那个一步之遥了啊，现在感觉离一步之遥了，原来那个箭头。因为那不在闹市区或者人口密集的地方，没有被发现啊，没有办法，现在就是啊，大家想放在那个闹市区人口密集的地方啊，这就回避不了了啊，你就是像媒体隐瞒也瞒不了啊，想瞒也瞒不了，这么一夜之间这么大一个东西，你说谁怎么？说不定人家那个在产生这个的过程当中。人家正好有家里有摄像头什么之类也拍到了啊，或者无意当中，反正都总有人能看到一夜之间，就出现那么多啊，这么大一个，雕像啊，好，知道了，知道啊，知道啊，知道啊，再见啊。